备出发，下一站厦门，晚上10点应该到了。今天的垃圾到了吗？没有哎，哎车呢？车都不见了。懂了，我收拾东西，现在装车就准备出发了。小妹，大家想喝奶？大家想喝奶？你想喝奶呀？叫我，叫我。阿佳呢？佳佳。阿佳。这样。想喝吗？喝。喝吗？喝。要不要？要。嗯。佳佳。阿佳呢？哈哈为了一口喝的，阿佳呢？阿佳呢？那么可爱。真不容易。好不好喝？甜不甜？甜。甜的啊。好不好喝？你不理我啦？嗯。等喝的就不理我啦。好不好喝？干杯。干。干杯。杯。真好喝。肯定上要很多。我说你还开得动吗？可以啊。为什么要来晒太阳？还不够喝呀？运动一下。有没有人教练在？有毛。现在在广东了，东华服务区这里，一口气开了600公里了。嗯，准备看那个，我看一下现在在哪里了。我看是在哪个城市哦？广东清远。清远吗？嗯。清远跟广州交界的吧，挨一起的吧。换一辆车，再开200公里，我就休息了。我们三个人轮流开，就是两辆车吧。嗯。对呀、啊，轮流开不轮流开不行的，太远了。现在出发。2 hours later， 这两个都开始练了。哎呀，彪，啊，练了吗？练啥？哎，你没凳子吗？嘿，我都要当奶奶的人了，你讲这种话？你看大哥笑了没有？你看今天搞了那么多海鲜，嗯，准备回去睡觉，还有螃蟹没上。拖家带狗，来了，拖家带狗，哎呀，你被拍过来，被拍过来，带了两个拖、啊，哎，开始入住，你现在回到房间里了，然后呢？凌晨2点了，有，2点多了，哎，充电没？充电。我的手机呢？我的手机呢？我拿着。哦，你拿哦，拍视频哦。你晕了吗？哎，有点懵，也是我有点懵。你还要充电？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第一反应我想说是不是在车上？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手，我说我不是拿你手机拍视频吗？嗯，要充电呢，充电，充完电的话，就那个。洗睡了。洗澡。睡了得睡了，还剪视频呢？视频你剪了吗？我不剪了。我得剪啊！你的还要我的没有？我得剪。来，给你。不剪，明天就没那视频发了。好了，那么就先到这里了，先洗个澡，然后剪完视频休息，明天起来再那个哦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感谢大家一直的支持，谢谢，拜拜。